大家好，今天呢，小彤彤又来到了我的家里。然后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准备出去拍点东西。一会儿呢，咱们外面见。天儿稍微有点冷，我这出来都没戴手套。呼，现在拍摄工作交给戴着手套的他们俩完成了，我准备去玩会儿手机去，歇一会儿。大家一会儿见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今天晚上吃饭的地方，就是在这里，德国大肘子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我们点的什么？点了一盘沙拉，这沙拉里好像什么都有。这个不知道是，这好像是萝卜。本来我以为是香肠，但是其实是萝卜。给大家看一眼这一盘，这是它著名的那个，好像叫 pork shank 还是叫什么东西？这个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肉，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香肠啊，然后这个是 potato， 然后这个是德国的那个 sauerkraut， 就是德国的一种酸菜，特别好吃。现在我们已经吃完了，准备回家了。吃的 food coma， 现在非常想睡觉，可能主要是因为真的拍了一天了，实在有点累。现在准备回家躺尸了，大家下个视频再见。